你终于想起来了，怎么，心虚了？真不知鬼医大人可真是身份多变呀，一会儿说是我师父的未婚妻，一会儿又是于夫人，不知鬼医到底有几副面孔呢？此话我只讲一遍，于作霖的确是我前夫。7年前他陷害于我，亲手将我推下朝白河，我被金琉璃救起，失去了记忆。 所以从此，世上只有玉清落，没有寒江雪。那说完，我并不在意这个小丫头如何看我。我只想告诉你，你曾说过，并不在意我的过去，你只希望我的过去和将来都与你有关。我如今说的这些，你信还是不信？我对师父一见倾心，我和师父情到浓时。 私定终身，我信。但那些都已经过去了。我失去了记忆，早已决心重新开启一段新的生命。就像你从过去的寒江雪变成了现在的玉清落，所以我们之间到此为止了。不过你放心，仗义之事，我还是会帮你解决的。